彩排了两三次，其实今天还好的。我心里告诉我自己，只要能够上去，是不管是惧高症啊、手汗什么、听不到什么就算了，但最起码也要让楼上的朋友可以再靠近一点看到我这样子。真的，歌迷有反映说呢，戴佩妮呢往上飞的这个举动呢诚意十足，他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甘心。我其实觉得对3000买3800有点不好意思，那一段只看到我的背影，只看到这样好吗？可是他们三分之二几乎只有一 part 对是后面，真的。对，买到还是赚到啦，还算公平。对啦，买到赚到啦，算公平。对对对，而且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这个恭喜你哦。这今天晚上呢，完成了很多的不可能，4000张专辑顺利完售，不用吃专辑了，耶、yeah! ！谢谢啊，虽然可能。对不起，我比较老实啊，我们不会报大数，这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数字，但是在现在实体的这个行业，其实在一天要完售，我觉得这个挑战真的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来的所有的我都称他们为亲爱的，是亲爱的朋友们，对他们真的很帮忙，所以哈、啊，那一瞬间就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歌迷是不舍得离开耶，他们最后是用掌声、用欢呼声把你再叫出来，对，二次安可。而且我已经在下面哭到已经泪崩了，我是哭到像小朋友一样，那种像我这个动作很丑，这样嚎啕大哭这样。对，我的经纪人被我吓傻了。我说天哪，跟你一起工作这么多年，没有看过你这个面相，没有看到我这么崩溃的样子，没有，就是完全释放。对。的那个画面，不管。